版《神雕侠侣》自开拍以来一直争议声不断。日前，编剧于正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新《神雕》中杨过的独臂剧照。照片中的杨过眉眼间透着一股英气，却也少了几分断臂后的沧桑感，看上去非常显嫩。还有不少网友吐槽其造型与《仙剑》里的胡歌很像，发型尤其像。杨过扮演者陈晓也随即转发该微博，并开玩笑自称是独臂奶爸。此组照片还引得众粉丝纷纷留言高呼好帅。相较于肥圆滚胖的小龙女，妖艳妩媚的李莫愁，略显稚嫩的杨过着实更易让大家接受和期待吧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